动铁人士。真是超赞呐！哦，拄只讲到倒位啊？真解哦，伊甲我讲。当跟他撸来撸这样呢？对啊，真出彩！当要是转去了，安尼好啦，无下礼拜大家会当来阮家耍，先做过暝，安尼咱就会当卖红饺了，不然开讲啊！我妈妈袂答应让我去同学遐过暝了。就来来了呀！第一次到过暝一定就好耍的，可惜你跟阮离无法倒去。你一定从来无去过因家吼，我去过一届，真是足可怕的。什么意思啊？等你去了就会知影。这就是阮家，欢迎光临。真正常啊，都会可怕。咱去我的房间啦。要唔过我房间物件有淡薄仔多，袂啦，我房间的物件嘛真多啊！啊！美心，你的物件嘛真是伤多啊！真拢是我自细汉到大汉留落的物件，充满回忆，每一项我拢真珍惜，唔甘要断掉。我来。你有这么多红仔册和积木哦？哦，红仔册是小强的，伊惊被伊妈妈发现，所以就放伫了我家，差不多已经有两年啊吼。啊，那积木，我袂记是啥放伫了我家，所以有真侪物件根本毋是你的哦。敢那是呢？我只是替大家保管。咱就做伙睏啦，无问题啊。拄只遐节奏真快。嗯，明星的物件嘛伤多啊。安尼大起来敢舒适，根本睏袂去啊！死了啦！哪会安尼？李心，我感觉你应该学习断舍离啊！断舍离，那是啥物啊？就是学习甲无需要物件讲再见呐，千万唔通因为唔甘堆一堆无需要，而且嘛用袂着的物件，甲厝内空间占掉的，伫咧即款乱七八糟的环境内底，唔若待了无舒适，对身体无好，心胸嘛无法度开阔。也唔过，遮的物件拢是钱买的，断掉就浪费的。平常时整理无路用的物件，除了会当关乎有需要的人，嘛应该将无需要的物件分类回收，安尼才是真正爱惜物件。要唔过，像即个红啊，拢是别人送的礼物，充满美好回忆，真是唔简单。其实，只要会记得对方送你物件的心意就有够啊。像你即马，唔是阁记得真清楚。根本无需要这款礼物来提醒你，敢若是安尼无唔对呢？美好的回忆，我永远拢袂放袂记的。而且，这款衫甲鞋啊，根本都无适合你，为虾米留落？因为我想讲，无你较有一天会用到啊。除非你会确定倒一天会用到，要若无这款物件，根本永远用袂到。人应该活在今嘛。你讲了就对的。也阁有，嘛莫替别人保管物件，家己的物件家己收。别人把物件留伫你的房间，表示根本就无要紧。勇敢放弃无需要物件，换一个清气舒适的房间。清气舒适。
小文，你讲了足对的，明仔透早起床，我就要开始练习放气，让我的房间变较清气，阁舒适。真好诶，我嘛来斗三工。虽然这是一个鼓励消费的社会，所以大家唔通因为一时想要得到，就去买家己无需要的物件，最后拢变作用袂到的杂物。唔呐，占去咱休困的空间，嘛让咱的心内因为唔甘变得愈来愈矮。即马就让咱开始整理房间，嘛整理咱的想法咯。